想要拍打爱之声。发消息还是太混乱了，所以都没有拍照片的。小心翼翼箱塞进去这里面了，瞬间变得很轻松。我们家在等车。Take a little ride if you want to. That's cool. I did what I was supposed to. There's nothing left for me to do. So now I'm walking out my head. 他们的地铁真的好复杂。这个树好 Q。是什么可爱的店？这看起来也好好吃。这看起来也好好吃。什么都好好吃。接下来再见。噔。ありがとう。敲门。拍摄日常。问店员说可不可以把 Snoopy 移到里面，他说可以，超可爱的。我们点了一个苹果绿茶，然后这个是冰淇淋饼干吧，这真的超级可爱。这个铁盒超级可爱的，你想买这个？好赞，好，这个我们现在来看另一间要拍的，长得跟我们想象的不太一样。它转的这个，它比我们想象中的小很多。我来点餐咯。果然涨价，其实我觉得没有差很多，是有像的。一颗200多，1000日币，分解食物中。你要拔开吗？都可以啊，都可以。里面根本没东西。对啊，很特别，就是这个模型会这样像悬空一样转转转。这一颗现在罢工中，转超慢。我们今天要跑景点的就甜点的店了，差不多跑完了，然后我们现在就要开始来逛街，想说早上拍有太阳的，然后晚上就去逛街这样。再加上这一次我其实只带了一套衣，就是我现在身上穿的这一件，就是一件 T 恤，然后前几个影片有分享过这个 Uniqlo 的裤子，所以呢我就要去买我明天要穿的衣服，不然我明天就没衣服穿。我真的就只带了一套睡衣，然后还有我现在身上穿的这个Dior， 然后进去逛一下。之前有听别人说好像日本卖 Dior 会比较划算，但最近没有打算买了，最近房贷压力很大，看一下就好。算了算了，还是不要进去好了，好可怕。Celine， 对，还是也是先不要进去。来买袜子，因为我连袜子都没带。买了一堆袜子。现在来 Parko。他现在都还没有逛到喜欢的衣服，难道我明天要穿睡衣出门？最后的打算就是去买优衣库吗？因为呢没有找到喜欢的衣服，所以他们真的是让我最安心的存在。拿了四件来试穿，好累，我要睡。这一件这边会胖胖的，好像可以耶，少说一些小服。拿了这些要去结账，然后这里还是我的外套，好重，又一大袋，终于要吃饭了。我们来吃拉面，想吃这个，他们的碗超级大，同学们，双人份的，很大哎，超满的。拉吧，耶！我的超多肉，耶！哦，这是面吗？哦，是菜。
对。哇，专业家，还是菜，还是这一碗是菜汤。对，有了。我们终于到住宿的地方啦！哎，这里很大哎。你看哦，这里还有一个全身镜。嗨，然后这边是啊，这边先是厕所，这个小小的马桶，然后。这里是可以煮东西啊，微波炉什么的，你看超大，在东京可以这么大。然后还有洗衣机，蛮大的浴缸，而且没有很贵，我觉得 CP 值很高。终于要来把行李箱拆开，来整理今天买的衣服，明天要穿新的啊，不然也没衣服可以穿了、啊、哎，我真的买超多袜子的耶，我还有想说可以买几双抽奖给大家，所以就一直拿。小杯超可爱的，很好吃耶，好喜欢他们的街景哦。今天穿了昨天买的那个洋装，那先去准备看嘛，买一下东西。十点才开，快快十分钟，买了一个新脚架，耶、yeah! 欸，变小了，很方便。大家如果有去 Bikram 可以使用这个折价券，免税之外还可以再享3%到7%优惠哦。终于到啦，天绿油油的。We used to have each other's playlists. No, no. Used to be each other's best friends. Yeah. And now we go our separate pathways. But your heart's still in mine. Yeah. And maybe we could try it next week. Again. But I don't wanna think what's happening.今天は現在 AT 買了ジャングルホワーン、はい、いい、どうぞ、これいらないですか、あって大丈夫です、うん、このままでいいですか、うん、はいはい、どうぞ、これだと何か超好看的大丈夫そうですか、大丈夫です、はい、終於雨停了、我们现在来表参道逛逛、继续我的找衣服之旅、先去看一下我们树干包、然后等一下找我最期待的 Acne Studios、真好爱他们衣服。到了到了，全黑耶，等一下啊、哦、开心，买了一个帽子跟一件白 T。 吃晚餐，超级大，还是部落客工作中，雨很厚耶，但我真的讲不清啊。哦，好啊，大家哦，现在呢要速速跟你们开箱一下昨天的战利品，因为我现在就想立马用它，我就是那种买了要隔天立马用的人。树干包，然后它其实超小一个，就袋子很大，这是不是超可爱的？看它可以这样展开，变成一个大包包，我觉得当随身包很方便，材质摸起来也很好，重点是这个颜色很好看，它不是纯白色，它就是有一种奶油白奶性奶性的感觉，是我的颜色。我前几天是第一天啦，第一天是带这个背包，再加一个随身包包。可是这样真的是超不方便，因为我还要挂相机什么的，就很像五花大绑。所以我昨天就没带背包。但没带背包呢，因为在杂物又装不下设定这个包包，所以后来就想说，刚好也想要买这个嘛，今天就立马来用，把一些杂物什么可以丢进去。第二个呢，就是最爱的 Acne Studios， 他们家的这个招牌粉色真的很好看。我给你们看我买了什么呢？哎，背景是不是超乱？算了。噔噔噔，买了一个他们家的帽子，棒球帽。我现在好爱棒球帽，然后跟 IT。他们家有分一般尺寸跟 oversize， 然后版型会不太一样。那我自己会比较喜欢 oversize 的一点，可是在官网上买没有办法实际穿到它的感觉，所以我在官网上买的好像都是正常尺寸吧。我喜欢他们家的 T 恤，一个大重点就是它超级薄，而且他们家衣服很耐洗，我应该买好几年了，
应该有三四年有了，然后一直洗到现在，它完全没有起毛球或荷叶边，所以他们家的品质我非常满意。然后帽子的话，一样是这里一个小 logo 的，其实也是蛮帅的，我想帅一下的时候可以戴，或者是穿黑白的时候。还剩最后一个我要马上用的东西，就是昨天买的 ATE。像我现在戴的这个也是，这个是我在台湾的 ATE 买的。我买了这两个，原本它展示的不是长这样，它原本展示的是跟另一个比较大的珍珠耳环，就是这个双排的跟一个珍珠一排的珍珠，我觉得那个也蛮有个性，可是我戴起来好像没那么适合，所以后来我自己又挑了一个这个，先是戴这个，然后上面再戴这个珍珠，戴不进去，应该有紧吧，它不紧我会哭哎、欸，这个肉比较薄的地方戴进去。大家应该是有了吧？不会掉吧？我今天直升机搭一搭，然后都不见，我就哭出来。好，开箱来了，现在赶快去换衣服，然后速速吃早餐。我们今天行程一样很满，要连续跑三个地方，而且是时间都要接上的那种。那我就先去换衣服，拜拜。换好了，今天穿这样纯白的，这件是前几天买的那个 Uniqlo。Smart Pants 的白色，它的白就是跟 T 恤一样是纯白色，纯白的那种，不是偏米白的。你看它这件 oversize， 它的这边会比较宽，就跟一般 T 恤是直接开到这一步一样。今天天气超好的，你们看，太阳很大，而且有风，所以很凉。应该在等公车，等一下要去搭直升机啦。这一次最期待的行程。就是搭直升机看整个东京的天空。咚咚咚咚咚！挖开之后就变价，这个有点可怕。我的也很可怕了，这样变价，像玉米浓汤的。那番茄酱是比较酸的哈、哦。嗯嗯，但真的很好吃哎、欸。我们现在在一个很美的地方喝下午茶，而且这里看得到东京铁塔，这里可以直接看着东京铁塔喝下午茶。啊，终于可以好好坐下来了。这几天真的是行程很赶，就是很满的那种，就这一直在赶车赶行程。哎，这是今天最后一个行程，所以就可以慢慢坐在这里喝下午茶。认命的点了，热的。那我觉得我声音永远不会回来。跟你们分享，这次带来的保养品，兰蔻的极光水。我很喜欢带这种小样品，就很省空间。小黑瓶，接着是这个香奈儿的保湿，因为这一瓶快用完了，我想说就带来吧，用一用，直接丢在这边。这是发油，把分装成一小包。睫毛雨衣，的美睫是送我的。然后这个，这边就是化妆品，我这几天都只有擦防晒跟染眉膏，这个防晒真的很好用，植村秀的。通常洗完脸会趁睫毛干掉前把它梳顺，不然接睫毛的话直接让它干掉不太好，它会容易乱掉。好久没有这样录 vlog 了，有一点生疏，也有种回到在北海道的时候，那时候自己在宿舍也是都这样架相机啊录洗脸什么的，很怀念欸。小黑瓶对我来说真的是大蜜糖，好喜欢。香奈儿的这一瓶也很好用，它的保湿然后剩这样子，它保湿度很高，真的很高，然后擦起来又很舒服，而且它其实可以用很久哎、欸，就是如果你不是脸特干的人，用量就不用那么多。我这瓶也用蛮久的，我很懒，都直接这样挤。擦防晒脖子也要记得带到哦。来夹头发，整理差不多要出门啦，带一下饰品。我今天鼻音还是还蛮重的，但我觉得有比前几天好一点了。
那前一天真的太累了，我觉得我身体有点扛不住了，所以今天我就跟朋友分开行动，然后我自己想要去一个美术馆。可是呢，由于现在已经两点多了，我睡到一点多，真的是累到不行，然后我的脚肿了一个很大水泡，其实走路蛮痛的，我觉得我好像不能走太久，从两天了越来越大。我就想说呢，我等一下还是先去买一双比较因为我是带板鞋，我想我就买一个比较舒服的球鞋，在附近走走休息。就我因为我们住池袋，这边很多百货公司，就可以去找可以随时坐下的地方。因为我真的脚痛到不行，或者水泡破掉，我至少有药妆店可以买，有厕所可以去什么。反正还有明后天，对，我就今天想要把步调放慢一点，不要硬逼自己的身体。然后今天也不想要背那个 Celine 的包包，因为还蛮重的，再加上外面在下雨，所以我就要直接背我的树干包。咦嘿，新欢它好轻哦。来看今天的 OOTD， 一样是穿一个全白的系列，然后这件就是前几天在 Uniqlo 买的那一件 bra top， 可是它旁边这个开蛮宽的是没关系，可是它没有到非常的贴，你看这边有点浮浮的，所以这件的版型我就觉得没有到100分。新相机好重，换一下。然后裤子这件一样是 Uniqlo 的，就是在台湾买的，前几个影片有分享的那一件，超推的，好喜欢这个版型，超好看。树干包很好看吧，还戴个白帽子。好啦，我也不知道这什么风格，常常大家都问我穿搭什么风格，我想就是舒服就好的风格，就是简约舒服。忘记穿外套我会冷死，我就穿外套。有一个 big camera， 晚一点再去逛。这个是日开头，吃东西。这个，今天假日人很多。忘记这里的。我觉得它的这个纸很特别，然后还有这个色，不知道买哪一色，这也很可爱，但我觉得没有紫色近眼。买紫色这个，本来也想买这一件，但是没有我的尺寸。这里有 MB， 买来试试看，看我刘海有多久。现在要去 Big Camera。我刚刚直接大迷路，找不到出口。这 camera 每次都很像迷宫。现在要去对面的 big camera， 因为那边才有相机的东西。它这边有很多栋 big camera， 刚刚那一栋是没有的，所以要去有电脑的那一栋。好像我刚逛的这边，然后我去了在对面了。嗯，是的。现在要来楼下这边，在哪里？在旁边这里拎一下东西。是这个牛肉咖喱，这个咖啡，这个咖喱饭拿铁，看起来很好吃。现在刚到家，其实刚自己走回来有一点点小害怕，因为我们这是住这边池袋西北口，好像呢是个比较复杂的地方，就是有很多看起来比较红灯区的感觉。然后我还说发现我室友们怎么都还没有回家，想他们早上就出门，应该要早回家吧。我来跟你们开箱一下我今天买了什么。现在头发很乱，因为我刚把帽子拿起来，不知道是我这一次真的比较不舒服，所以一直在冒汗，还是室内外温差真的很大。我在外面也是觉得我的刘海常常湿湿的。今天就是去买了那个鞋子嘛，在 United Arrows 买的。我是后来才知道，原来他们是一个像选物店的概念，然后像他们也会有一些 New Balance 啊，或者是不同牌子的东西，而且是款式都比较特别一点。然后除了那个之外呢，刚我也去买了这两个东西， Camac 的指甲油限定色，有点
偏光的灰色，因为我自己做的凝胶好像快掉了，上一次出国前做的有点赶，所以没有弄好，想说如果掉了可以补一下，然后就看到他们家有出这个去角质的护唇膏吧，现在来用用看。好好久没买 CanMac 了哟，觉得他们的包装都好可爱。怎么这个怎么用，怎么样，为什么转不回去，应该没有用坏吧。嗯，哦，真的是蛮滋润的，蛮奇妙的感觉，就它也不是油，你看它看起来超不油的，有一点点像辣的感觉，我觉得它应该就是类似凡士林的那种感觉。刚才买一个很可爱的脚架，盒子我丢了，我请店员直接帮我拆开，我不想要那么多东西。这样子，这个是随身手机脚架，因为我手边有的几乎都是比较大一点点，就相机也可以用，自带手机架，可以拉，大概这样子，就是它的三脚架，这样噔，可以磁吸。我是主要觉得它很有质感啊。哎，那个护唇膏它会凉凉的，哎，就是现在有那种凉凉的感觉，刚擦上去没有，过一下下才有。这个觉得蛮舒服的，嗯，蛮喜欢的，是不是可以去多补几支啊？哎，我室友们好像回来了。你们回来了？对啊，你没出去啊？我刚回来大概十分钟，我就来拍我买了啥东西。你过去，你过去。是有人说不买东西、啊，我就知道你们会说这一句话。我买的时候就想说，哎，赶快回来吵。有啦，有这个想法，那想算了算了，给你们念一下。哎、欸，我买超可爱的盘子给你们看，顺便拍开箱。谢谢，有礼物哎、欸，没关系，有被记得就很开心。我买一个超可爱的蛋糕架，这种就是行李就很空啊，我就觉得我一定要把它装好装满。之前都会不敢带这种，因为太重。这一次太空了。对啊，它最小的是这样，对，你就叠叠叠，超可爱，它就大概这么高。买了一个。这个贝壳的盘子啊，我买两个，因为我两个色都觉得很可爱。这个很可爱，它还有一颗珍珠，很浮夸，很浮夸。对，我对于任何贝壳或者小美人鱼的东西都无法，我超爱美人鱼。其实这贝壳要装什么？蛋糕啊，不能装太大，会挡住贝壳。对，不能挡住那个珍珠。买了可爱的购物袋，它打开长这样。其实我觉得一般采买应该是蛮够用，主要是它收起来很小，然后再加上它上面这个，我觉得很可爱。但怎么越看越像一种吃的、啊、大肠吗？这个像大肠吗？这边就是、那个、大肠圈吗？那个、大肠臭臭锅有吗？牛肚啦，牛肚牛肚，对对对，越看越像。我怎么感觉好像有点眼熟？这是牛肚包。牛肚包，哎、欸，可以，很可爱。然后最后就是去 Big Camera 买的电池，相机电池，还有记忆卡收纳的，就这样。都买了一些很实用的棒东西吧，怎么样呢？一样要再去洗洗睡，洗完澡休息。我们明天要去那个哆啦 A 梦，对不对？对。好，明天要再出征了，大家拜拜。我们现在在哆啦 A 梦的博物馆，你看这里有一个超大恐龙，看到吗？这里，然后旁边有任意门，这里。可现在天气又不太好嘛，才刚走上来，已经开始在飘雨了，所以我们要赶快拍拍照，然后就要去室内。小时候看到这个都会超想哭的，是竹蜻蜓，好可爱，还有记忆吐司，都好欠买哦。现在雨下超级大，还好我们刚刚拍完了，超贵的，这个饭要2450，但我们还是会点。哆啦 A 梦咖喱呢，是说头围跟哆啦 A 梦本人一模一样大，甚至超巨大一份。然后这个头纱超可爱，这不就是他们在那个卡通里面就会拿着一大碟一起吃。然后记忆吐司，酸的，还蛮好吃的，蛮好吃的。但期待没有那么高，我觉得它很酸哎、欸，跟一般的咖喱比起来是真的认真酸的好。那我的饭有点软，里面是这个，我以为是红豆，会很干吗？不会很干哎、欸啊，看到了。哎呀，红豆的，红豆的好吃，是不甜的吗？还好。哦，这波的好美，遇到大瀑布。我们有三只，刚刚有没有扭？
有到两个这个胖妹，然后一个人很好，他就问我们要不要跟他换，超幸运。现在我们分开行动，他们要去拍一个海鲜店竹地市场那边，然后还要去国立新美术馆。我现在来一个超大相机在路上边走边讲，我真的非常的吃。Maybe we could try it next week again. But I don't wanna think we're toxic. But who cares? You said that we're over heads under covers alone this time. But everything I see still reminds me of you. 好重。你们看我的头发，今天都还没有好好跟你们分享这一件。这一件是前几天在 Uniqlo 买的洋装，很喜欢呢。它也有口袋可以放东西。嗨，大家！虽然现在有点累，但是还是很想要赶快跟你们分享今天买的哪些战利品。最喜欢的就是这个。我最近在台北不是有开那个咖啡 Kids 呢吗？那个小狐狸跑去买他们的衣服，买他一个很可爱、很可爱的白 T， 啊，包装好可爱。很像狐狸的猫，看，超级可爱。我是买它两颗狐狸头的，因为我觉得一颗的比较普通，一进去刚好就看到我的尺寸的颜色是比较米一点的，不是纯白的那种，刚好跟我 Acne Studios 那一件有点不一样。我只有稍微比，我觉得应该是没问题，扎起来感觉很刚好，然后袖子。其实差不多，没有到五分袖那么长，但就是我觉得还是算偏宽松的那种。第二件呢，也是我犹豫了一下，因为有点贵，但是后来还是忍不住去试穿了。就原本想说看完价钱，我就跟店员说：“哦，那没关系，我就是没关系这样。”后来呢，我要结账那个 T 恤的时候，我就说：“等一下，等一下，我再去看一下好了。”店员就拿给我试穿，试穿就回不去了。这一个 logo 是新的，我那时候就一直觉得这个 logo 很可爱，比较俏皮一点，那刺绣都超级精致的，你看。然后再加上这个颜色，我觉得很高级，然后穿起来也蛮衬肤色的。它的圆领啊，这边很顺，看超级贴的，然后袖长也很刚好。最小的尺寸好像是这一个，就是 XS， 就穿起来非常的合身，但又不是会紧会绷的那种，整个看起来。我觉得很好看，很有气质，然后它这个圆领是比较法式一点点的感觉。最后呢，也不是最后，下一个呢是这个，又是树干包，这颜色超级美，这应该是今年春夏的新色，限定色的概念，是一个很漂亮的，柠檬黄，柠檬黄再加点绿色的那种感觉，就很清爽。我原本是想要买另一个，我有帮大家去代购。然后有买到其他的颜色，我原本想要买的颜色是这个的小号，这个紫，它也是限定色，很好看。前几天看还有货，今天去已经没了，所以有点可惜。不然我也很喜欢这个紫色，那时候就是在这两个颜色之间抉择，说我要买哪一色。那就先这样，明天见。大家早安，我现在准备出门了，因为今天蛮冷的，所以我就把昨天买的这个外套拿来当上衣穿，很可爱。然后裤子也是前几天买那一件 Uniqlo 的 Smart Pants。 我今天还会提这个行李箱出去，因为它是空的，如果帮大家买东西可以装。然后就要先去觅食啦。原来是咳嗽蛋的跟鸭子的，这是洋葱，上也还好，没有很热。厕所里面太热。大家在关山，因为晚上跟 Yuki 约在这里吃饭。今天其实行程就是这，要跟 Yuki 吃饭，然后想在这里逛逛。早上去帮大家看还有没有速干包，结果他完全不卖我哎！我明明就是要卖给大家的，我也都没有退税什么的，可是他就直接跟我说：“哦，没有，就只有这。”他拿了三个小的很丑的颜色给我，所以我就没有买，而且他们态度超级差，整个气到不行。
哎，还好昨天我帮一些人买到，就不知道，有一点早上都被他们的态度差毁了的感觉。好了，然后我现在在路边投个饮料，来了一下宝矿里休息一下。来试这个，这个绿好好看。想找的是这间店。也有一些手表、皮带啊什么的，然后这边也非常的多，看。状况都还 OK， 就是中古包的样子。我挑了这个，那颜色超好看的，很特别的灰，看背起来很好看，而且它皮超软的，超舒服的，这也超可爱的，这样子。还有小背带，这个店员超级温柔，超好的。跟 Yuki 约吃饭的地方到啦，这里也太美了吧！很有气氛呢，点了一个猪排、汉堡，这薯条超级大盘的，耶！可以开始哭了，拜拜，拜拜。这里真的超像在韩国的，都是一些韩国料理啊，然后咖啡厅，韩式的。超傻眼的，我们千里迢迢搬了我们的行李，一堆东西，然后在地铁上爬上爬下爬楼梯，要来吃对面这一间，结果他今天公休，这一间，他原本没公休。他是今天临时很突然的写了一个，他很突然的说今天不开，来了一间很韩的咖啡厅，他还有外面，但可以坐，很可爱。好累哦，奔波好久，终于可以坐下来喝个咖啡，吃个东西啊！啊，我们等一下就要去机场了。点了奶油松饼，还有一个冰拿铁。我的每日幸福时光。